五课，周末你去哪儿了？请跟读。Please read after the recording. 七，语音。一，朗读音节和词语，注意呢和了的发音。你，立，年，练，牛，六，那，辣，哪里，能力，年龄，年轮。二，朗读句子，注意呢和了的发音。一，周末你去哪儿了？二，你怕不怕辣？三，明天你能不能来？词语，绘画一，了，同学，跟，郊区，滑雪，那儿，滑雪场，棒，难，怕，摔，就行，刺，想，了，你去哪儿？我去图书馆。去图书馆 ,this thing didn't happen. 你去哪儿了？我去图书馆了。去图书馆 ,this thing has happened.我去图书馆了。我没有去图书馆，或者我没去图书馆。你去图书馆了吗？你去没去图书馆？你去图书馆了没有？或者，你去图书馆了没？哪一句是对的？Which one is right?第一句不对，第二句是对的。不能说没有去图书馆了。你应该说我没有去图书馆。请你说一说。他去哪儿了？他去上海了。他去中国银行了。他去卫生间了。
你去了吗？我去了，或者我没有去。请你来说一说。他买什么了？他买草莓了。他买咖啡了。他买蛋糕了。今天你买草莓了没有？你回答。You answer.我买了草莓。我没买草莓。跟什么什么一起？大卫跟女朋友一起去看电影了。跟朋友一起看电影。跟朋友一起吃饭，一起喝咖啡。一起聚会，跟朋友一起唱歌、滑雪。滑雪的地方叫滑雪场。网球，打网球。打网球的地方叫网球场。周末你去哪儿了？我跟同学一起去郊区滑雪了。请你来说一说，周末你去哪儿了？我跟朋友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了。我跟朋友一起去KTV 唱歌了。棒。那儿的滑雪场怎么样？那儿的滑雪场非常棒。他唱歌唱得怎么样？他唱歌唱得非常棒。他打网球打得怎么样？他打网球打得非常棒。棒棒哒！难？难不难？打乒乓球难不难？请你说一说。学汉语难不难？考试难不难？
我不怕狗，我很怕摔。你会不会滑雪？我不会，我怕摔。就行，就行。去哪儿吃没关系，好吃就行。汉语不难，认真学就行。认真，carefully。贵点儿没关系，好用就行。次，下次，next time。一次，下次，每次，第一次。去一次，吃一次，下次见，see you next time。每次都摔，摔。每次都摔。第一次滑雪，我是第一次来中国。想想，我想想。往哪边走？我想想，中午吃什么？绘画一，看问题。周末他去哪儿了？他跟谁一起去的？那儿的滑雪场怎么样？王小天滑过雪吗？王小天想去滑雪吗？二，绘画。一，周末。你去哪儿了？我跟同学一起去郊区滑雪了。滑雪，好玩吗？很好玩。那儿的滑雪场特别棒，人也不多。我还没滑过雪呢，难不难？不难，你不怕摔就行。下次我请你去。我想想吧，请你说一说。请你。